欢迎，咱分也难解，请你快乐等待我回来。希望你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。阮是一颗爱的如风中，生最是高最高淡薄啊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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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希望你平安又快乐，欢迎来收看快乐大菩萨。我扮江南 star， 哦，好的。老师啊，讲到后山哦，后山，后山姑娘实在真正水的啊，后山姑娘，哎呀，尤其是吼，伊行来碰个特别的甜啊，哦，来呀啦，来呀，我讲你听吼，我听老师讲，后山有我一个玉霜梨啊，嗨。我那玉霜哦，西中间换贴的，真正拢未变心，迄真心小对待，一生只爱你一个，真正，无论海子会打，伊到今嘛有啥，伊就寄啥给我食。哎，上当初呢，给伊寄一项迄个好食的物件，一种干妈你心中有我，我心中有你，我你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好呀，你卖钱，也好听的歌，你唱歌像咧砍红啊，干妹。真正，我看一个干嘛？啊，来看下看下，什么人讲？正是啦，来呀，来呀，哦，这样，来呀，玉霜姐姐，喜欢玉霜姐，系呐，哦，啊，总，哎，以前呀吼，你捧哥吼上济啊，所以我叫来呀。无啦，捧哥唔是上济，是讲大家拢叫捧哥，伊嘛叫者无同款。哎哎，大粒呢？叫来呀，伊个来呀吼，佮玉霜捧哥才大粒嘛，你啦，肥大粒嘛，像囡仔头啊呢。啊，绝对个啦，是啊是啊，哎，好水介济啊，你啦，这含万同款水介。盖水盖这样，哎，看你做好食啊！好食款，好食款。有啊，嗯嗯，谢谢。感恩啊！感谢你，吃吃啦！来呀！好，谢谢。嗯。
老奶奶玉霜，感谢你哦。花莲寄过来，花莲。他拄食迄个捧果，迄个是咱的这个新竹秋妹。哎，秋妹姐姐。伊人要来，伊进来伊福堂啊，应该要你啊见面。系呐。啊，人要来进前，伊就先寄过来。哎呦。寄过来了，人家对啊边搞。今麦拢巧啊呢，唔免用官来呀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还先寄来这个讲呢。啊，当然了，当然。秋妹哦，谢谢。捧个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娘啊！你唱完了呢？啊，无嘞。捧个，苹果。好，谢谢罗拉。哎，罗拉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两天我拢个食肉粽啊。啊。啊，无食肉粽的吼，爱配茶呢。啊，当然啦。你啊，像咱咱一锅茶安尼有无？啊，对对对。把面啊，羹啊，炖到春节啊，样嘞。那个，平常时咱的水分都要啉有够啊。对，嗯。啊，你讲啉白。白茶吼，啉久来吼，会胃啦，胃啦，啊，啉袂济啦。啊，所以我唔单讲哦，咱咧加持过茶吼，嗯，啊，和老婆实咧啉伊袂胃呢，嗯，哎，伊也唔是茶心，也唔是茶叶啊，伊也袂解胃，也袂讲，何里暗时袂困起，伊啉迄点都好困。哦，无加鼻音咧啦。哎，迄有甲你加持过，你暗时会点都好困。啊，佮解油呢？哦，啊，跟一点我因讲吼。因为这加持过，你若是讲有高血压的人，对无？嗯。你这样呢，加啉，想着加啉，不是嘴大啉哦，看着个啉一嘴，看着啉一嘴，你的血压都拢袂硬。哦。配合你看医生吃药啊，嘛。当然咯。啊，水补充有够的人也较袂中风。真正嘞，这专家讲的呢，会较袂较黏嘛。啊嘛，较袂较夹，嘛较袂夹心。啊，佮当顾心脏。哎，啊，咱那个水呢，补充有够，也袂洗油气。哎呦。啊，佮也袂汗水，水佮会下了会黏，就会大崩嘛。当洗，咱的五脏就好好清气的啦。诶，水啉落就是咧洗洗内面，咱洗身躯洗外表啊。外表。啊，咱啉落就是咧洗内面啦。所以咱讲拢，逐工洗身躯拢洗外口尔，啊，内底拢洗无清气。啊，咱就洗体内啊。哦。要洗体内就是爱有这个加持过啊。哎，啊，该有够哦。但是老婆婿讲，嘿，我啉水都无咧感觉，啊，先啊看啉这加持过的水拢比较好。嗯。诶，加持过的水好有力量的咯。哎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啊，好啦好啦。哎呀，谢谢。关心老婆婿啦。好来，谢谢啊。阿哥，哎，就是咱老婆婿讲嘞，老师你拢足关心着吼，咱的生肖哦，有运较无好的人。因为这个五月吼，农历的五月，咱人知影以前迄阵，阮阿妈拢会交代阮五月忙去挖水。嗯，不管你什么生肖，伊拢交代我忙，因为天气热啦。对。啊，交代我忙挖水，伊讲吼，迄个水龟啊，拢会掠长头毛的吼。去做迄个肉粽干，哟！啊，俩查甫去绑肉粽。哎，真正嘞，讲叫咱很很胖，无门槛伤过长啊。对啊，所以要讲个就是讲，唔好擘嘴有危险，尤其是上鼠、上牛、上狗、上马、上兔，这五个生肖。爱注意余温较歹。这五个生肖余温较歹啦，嗯，有黑光之灾啦。哦啊，所以咱那是骑车、开车。哦啊，骑呃，乌多麦也是背管背街做工课，拢爱精心设精心设计啦，哦，啊，无就去管一个会，管一个会，啊，都还消紧呐。啊，个最主要伊是够破财，好破财，破财就是讲有可能往骗你，啊，往借伊咱无行李，还是会要往倒伊，对，哎，破财的人唔好投资。忙想讲啊，我想要来投资啥，投资真无适合你投资啦，你投资啥拢做啥了啥啦，所以破财的人就是哎，你这个。这个财吼，你爱防漏财啦。嗯。过来就是莫含人有口舌是非啦。哦，莫跟人烧钱啊。莫啦莫啦，莫跟人烧眉。哎，惹代志啦！你以为你运势歹哦？你若加讲一句话，代志就出来啊。啊，有官司的问题，所以特别细腻。尤其是呐，交朋友哦，你爱去注意，因为你有一个爱防消人呐。嗯。好，消人就是好，你防不胜防嘛。真正嘞。啊，够烂桃花啦。烂桃花来讲，查甫的交查某的，啊查某的交查甫的，迄种烂有诶，有一挂烂桃花，请神容易上神难，交着无好诶呀。交着吼，安尼亲，安尼足甜蜜的，啊结果要刷大家都烧炭，会艰苦啦。好，咱老婆才关心哦。是啦是啦，医生。那么那是，迄个有闹灾的人哦，迄个灾祸那无报哦，咱讲属实。有但是做规咩规定哦，做无人吃。所以咱补财库的时间已经够啊。啊，对啦对啦。所以较早的人讲一个月爱补两届财库啊。初一十五无就是初二十六。啊，即摆咱现代人咧。唔免啦，咱当时有闲，当时甲补一月日负责补一拜就好。啊，一届呢，一个分财库。一拜，咱这一分三百块。三百块。一月日补一拜三百块，一工车十块银。做俗做会好诶。进十块银买无一杯豆奶啊。嗯。
啊，这300块吼，一分我了3块。嗯。这十多年前的300，即卖咧，甲真难起价啊！我嘛无甲恁起价，公平费啦。伊了3块，我阁了会起啦。哦，啊那了30，我就走路啊。哎，真正的，我这量这个量的包材可袂堪进。来啊，过来包材股呢？你着电话甲泡通电话。即卖个当卡。咱张伟甲你站一个好位，啊，小姐留你的住址、电话、姓名。然后呢？伊会寄一张缴钱的单号哩。差不多一礼拜收到。你可以去咱附近的 Seven 全家。OK， 莱尔富得当叫。你都唔免签名，免登记，都唔免抽十个哟。像咧交电话钱安尼尔。盖里边盖红本咧。来你好哦。啊，张老师你好。少主这样。阿英你好。你好。少主啊。哦，阮台南少主啊。我今日有听到一个阿娘话啦，你有听到了？大。张老师搞点好话啦。我来讲啊，大叔给你发笑啦哈。哦。安排工作给你保庇啦。哦。啊，你身体健康，赚大钱啊。哦哟。好，来一双一双哦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小霞哦，霞嘿，哎，我有包在口啊，好好好，我有叫讲一个号码，伊也无写号码的单，安尼哦，我先等下转到小姐，赶紧查看麦啊，这个爱包，这个包住，哦好，安保娘赶紧保平啊，身体健康，等会收好来医生，甲查一下吼，个号码的啦，有包在口，伊即马要个号码啦，安尼啦，咱那个包这个在口的重要，这大家拢知啦吼。那唔知人无要紧，你阁注意听，我甲讲互人听。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哟。咱住伫倒位？主管啦吼。啊，无牛哎，别工作，甲你保平啊。哦。啊，你身体健康，赚大钱啊。哦。来三线，来三线啊。哦，咱来当那是有用的，当过来活动，家己补财库。啊，如果咱那是无用的时阵哦，咱来当交代咱老师来帮咱处理这些补财库的工课。补这个财库，咱规四季庙拢有啦。啊，是啊，那足侪人拢要爱来只补这个财库，因为无同款。因为咱张辉要甲咱画这个财库金的进程，会先催一个发财钱。像安尼，先大面八个做比完了。安尼，咱来补这个财库较有意义啦。啊，咱即马说少年的，大家做工课，伊也无咧看咱的节目，伊根本都唔知影讲，啊，得神啊，得人，人都要有补财库，伊趁钱才会轻松，啊，才会大白啊。啊，唔知你啊，无见咱做时多有看到。嗯。啊，你补财库，若讲开足侪都唔免啦。啊，当一月你当落落卡300块呢，咱甲补一个好囡仔，趁钱会轻松，啊，趁钱会大把。嗯。啊，你唔是介好嘛？那么较安心，较放心。来，你好啊。喂，先生。就我来。嘿。有安那？哎，我要有同迄个老师讲好话，啊，要卡对一支。我真得了，你讲话啊你。真的假的？啊，我这不是，我无较假咧。我这不是咧讲话，无啥。哦。你无看电视，你咧听电话，我诶声伫电话内面。我要补。补啥？补好钱。啊，好钱六个月。要个好钱啊！要个补财库啦吼。哎。啊，好钱要好钱六个月啦吼。啊，财库300，安尼你要开900，你扣啊济。无要紧啊。无要紧哩。哦，我留阿保庇，我趁钱啊！好啦，无留主笔给保庇啊！哦，你身体健康，当会想啊！哦，阿保庇，你赚大钱啊！来一双一双啊！你家己咧讲，家己讲好话啊咧！老师，跟你讲好话，你唔过爱点点跳。老师跟咱讲好话，你来看一个耶，安得啊！医生跟你讲，我家己看咧讲好话啊咧呐！冇紧啊！如果若是要甲后生什么囝呢吼来补这个财库，但是呢伊。住你靠边，无甲咱住做伙，啊，唔知伊的住址要安怎办呢？迄个用你的住址啊，用伊的名。哦，安尼就可以了。不管你伫北部啊，伫中部、伫南部，是伫国外，拢无要紧。嗯。用你的住址啊，用伊的名就会使。来保这财库。啊，有个人哦，是安那足够赚的啊。嗯。啊，唔过吼，啊钱拢看无着钱啊。无存啊。赚溜溜，开溜溜啦。好。赚赚的，跋了了，啉了了，叫查某去了了。拢无。哎呀，咱怪手会得安那，一月你赚一二十万的人，讲拢无看钱。因老母啊，专改补财库，补一礼拜呢，因老母就打电话我，讲我你的怪手啊，囝哦，敢那吃唔着药啊，几十年来啊，毋捌摕钱我啊，佮即回讲哦，摕要两三万，讲叫我干欠一个母本呢，真正有影。欢喜个。哎，你好。喂，我要补财库呢，我已经。讲足久安尼也未，这礼拜拢无上来。安尼吼，你稍等下，美娟哦，别工作给你保镖，你大赚钱来，技术加差一点吼。哎呀，咱那个
伊都要拄着连续假日有那休困啦。哦，对，咱邮差拢休困啦。哦，咱那是迄落，咱加普通批嘛。嘿啦，啊，所以咱邮差休困，你都爱伊那休困四天，就变十天啊。哎，真正嘞。因为通变拢是一礼拜嘛。因为咱加普通批尔啦。一礼拜就是咱五天嘛，啊有迄个拜六礼拜，安尼两天就一礼拜啊嘛。嗯。啊，即马个连续假日四天，啊，休啊一久，休一久唔要创啥物？哎，你好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你讲我呢？我个加火机哈。哦，按那个保留储备，给你保平啊。哦。啊，哦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哈。啊，可能赚大钱啊，来一算一算哦。来，你好。喂。啊，对，你好。我要保财库。按备工作，给你保庇哦吼。哦，你囡仔是谁？大家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啊。哦。来，你算，你算哈。那那是有咧，我可能佛堂拜拜的，诶，老菩萨呢，老师有发一个愿，就是呢，那个咱佛堂拜拜哦，咱所有的金砖兼咱的八公斤金香，完全拢唔免钱哦。母牛中殿的母牛金唔免钱。啊，个咱八公做诶八公斤也免钱。香嘛免钱。咱的香嘛拢免钱，不离个咱的财库金爱钱啊。好，财库金同款。诶，财库金是咧玻璃要赚的。啊，你若保住我家来就歹势啊！都未使弄，你保是要保你，按那共款一分三百，一分三百块。哦，你家保嘛三百，啊，去咱的佛堂家保嘛三百。啊，直接保咯，因为呢，咱保财可能名单弄个上来个老师家。对啦。那啥过岗呢？吼，老师个伫咱被工作干个情，但咱名单变互咱被工作知影。是啦，是啦，那你好。老师你好，一学，我怎么听说啦？哎对，我讲句好话。哦，无牛给你保平啊，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啊。来，你说，你说哈，来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来报拜卡。被工作给你保平哦吼。哦。哦，你囡仔事事大家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啊。哦。来三叔。那报拜卡一分三百块，今麦电话等靠通哦，老师请坐，好不？来你好。喂。Hello。喂。来你好，来请讲。哎，老师你好！哎，你好！哎，我要保财库。哦，俺被工作给你保平啊！哦，好，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，赚大钱啊！嗯，来四川四川。阿哥老师，跟你讲真好，会赚到钱。来，你好，哎。喂，啊，我就你有跟恁报，啊，卡会无我来看无我来命啊？你是保财库还是护持的？保财库跟护持拢有。哦，拢有啦，吼。你什么命啊？啊，你二一，今仔当时啊，今仔几啦？今仔二三。嗯。无呢，你二一啊二三有感觉同无？你什么名啊？什么名啊？夏金莲。你还没收到单呢？哎，阿妹啦，你打用的阿妹，来小等下该查，小等下该查，来一算一算查。有啦，咱做侪人，所以你还慢慢来看。来，我看下，来你好，喂，喂，哎，你好，来请讲。我在讲。来，来二算个接被工作来保庇，多赚钱。听人家讲喂，喂，你好。好吃啦吼，安保牛猪皮给你保平哈，哦，你身体健康，长岁寿哈，来三双三双吼，来你好，喂，还你好，来请讲啊，我在讲，来四双，我过你来四双四，来呐，来你好，喂，来分析，我等下靠通了，我爱恭维，喂你好，喂。老师，我来，我来背，我要保财库。背工作，给你保平啊！素慧小姐，保平素慧，规家伙啊，身体健康，拢赚大钱啊！哇！来来，一算一算哈。哦，哎，你敢抢啊？你有？有。哇！啊，卡电话起来，你莫问讲你敢是张辉？唔免问啦。你张辉边个给你接电话？有啦。哦，对不对？系啦，你蛮学较精工诶。我跟你讲是啊，讲透讲是。啊，搁你遐怀疑，真正有影，你昨暝困无饱，你做菜呢？无啦，即摆无当做菜啦啦。来啊，赶紧，搁外久。啊，无咱即摆来。啊，无，我来进行咱的节目。好好。啊，你即摆电话拍小姐服务哈。好好。来操持。机车舞来看跳加机车舞诶哟，运动之类。来发一个奥特曼嘞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左边噔，右边噔，再来一次，马上，我来背，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。二三四上手，一二
三十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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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双手一二三十再来一次一二三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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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手一二三十兄弟们，掏出去！飘！赞！哦！我来讲迄个石头伯啊，甲石头姆啊。因两个安怎？两个老夫老妻啊啦。嗯。啊吼，迄房间啊内面的代志吼，拢安尼创未好势啊。啊，不是老夫老妻啊。啊对啊，就是安尼嘛，以前嘛都。去出看医生嘛？哦，去找看医生的哟。啊，医生就讲哦，嗯，您这个是老夫老妻，哎呀，所以您欠气钱。啊，要哪气钱啊，医生啊？您这爱有气钱，你一个石头鼻啊，你卡笑掉会开。啊，要哪气钱？啊，石头唔嘛，才会爽快啊。是安尼哦。伊讲啊，要哪气钱？嗯，你上盖无，你嘛要请一个猛男。唱猛男要创啥？像张飞安尼啦。好、哦。啊，安尼，摕条筋啦。摕一条筋啦。摕条筋啦吼。嗯。啊，恁两个阿公婆吼，就特别个坐当恁，恁那个衫裤褪褪的，啊，等眠床咧敷的时阵吼，啊，叫迄个猛男你要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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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吼。好爱安尼哦，安尼够好嘞。安尼就特别，你就会下下级。好好好。啊，就特别讲真正安尼啊。好。哦，伊就真正。去请一个猛男，猛男吼，暗时，伊迄个猛男呢，伊名叫做豆子，啊吼，没有，豆子啦，今麦就脱衫脱裤就伫遐咧买湖南，嗯，爱猛男，爱猛男，伊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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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哥哥，嘛无法度，都无法度，啊，石头背啊，足生气啊，你这个豆子是盖无路用啊，安怎，加油，叫你搞到加油。加油！啊，你无倒来来来，我讲，你今仔好啊，你三个等来，哦，要创啥？我给你加油，你看，我无你啊，你个副官买来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石头嘛你啊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讲老师，你讲什么？你这猛男个，因某插粉阿呆啊，你不要加油。没啦。啊！你又想喏，迄个猛男甲阿石头伯讲，迄个石头伯咧甲猛男妹讲，你看到，我一日咧加油加油，你看我把我爽袂停，哦哦，做神的，石头伯家己无路用啊，你怪个咧怪怪小怪皮，有啦，哎，做侪人拢安尼啦，嗯，迄个家己都无在调哦，啊，咱怪东怪西安尼，安牵拖迄牵拖这，我讲你听啦，安那。你若亲像讲迄个，咱若查甫人个尿壶数量增大吼，嗯、你阁叫十个猛男嘛无路用啊！十边加油拢无效啊！系啦，你都那迄个尿道膀胱油脂过了有好势，啊尿壶数卖互伊阁大起哩，互伊达到少落来，你肾功能都起来。从少年的时阵，个免叫猛男大边啊加油。啊，少年的时阵，咱尿壶数都无遐大啊。哦。通常查甫人啊，十到才五十岁左右啊，吼。嗯。就爱人加油啊！哦，这个是退化的一种啊。退化嘛，爱退化就是你的尿壶上增大，伊就大偌济，你的肾会退偌济。伊若大偌济，你的肾就退偌济。啊，唔是当去医生灌红烤烤的吗？啊，烤了就去了，食了，你烤了了，你的皮变薄，伊转肾的功能转失哩。哈？你唔知哩啊？哦，啊，你不然做你严重噶嘛？爱去烤啊，无就啥呀？安装你若到阿未？烤的程度，按张伟一个观念方法落去，以后你就免去烤啦。哦，啊，伊就会达到消，达到消。你讲一日消了无可能？啊，不可能啊！伊也不是加几啊，冻会水破啊。冻会啊，不是。你达到卡起来，过来十档，达到卡起来，下一日无线，有哪有爱有达到消的，达到消的啊？哎，啊，那药个比较好放啊。哎，有消无消，看你放你就知啊。嗯。伊若有消的，你药就好放，搁大放嘛。对。哦，啊，伊若愈来愈大坑的时候有诶，人少都放未出来，
个个膀胱发炎，转倒对药剂去洗药剂。听讲更爱去倒尿呢。人家介济哦。啊，那倒未好，个爱洗药剂呀。啊，可怜啊。要安怎啦？啊，这唔免烦恼。哦，尿道膀胱药剂这方面，这按张辉老师的强项。哦。迄个大家都那只要这老婆生啦，只要有尿道膀胱药剂的问题。拢会头一个想到张伟，而且老师是做爸阿的，就迄个老幼的啦，查甫人的老幼的，查甫人嘛老幼的啦。我来讲查甫人，你万个讲去查甫查甫人的，查甫人的老，这条就你来娶某忙娶这某，刚才我无娶我娶我气死啊！哎，查甫人的老幼的，爱湿热的，靠得点淡淡的湿湿的，哦，哎也发炎的，膀胱也发炎，尿道发炎。伊到落尾也都倒做药剂，药剂个发炎吗？哎，查甫人是放尿头的，渗尿尾也尿酸增大嘛。嗯，哦，伊个放尿头渗尿尾，为哪能拖开裤底就打面啊？哇，说袂安？这种唔对啦哈。嗯、咱这有方法，啊，互人打打伤伤，唔管查甫人查某人，伊都袂流尿、袂渗尿、袂放尿头、渗尿尾，伊会打伤。上重点放尿也袂起泡，佫袂安尼臭尿破咸到你安尼冻袂掉。尿味一定有啦，嗯、但是迄个臭尿破香味都无啦，安尼你都袂洗药剂啊？哦，老毛山，对，今日我嘛有接到咱的朋友的电话啦吼，即有呾要讲开大中华哦，耳朵噶啦，以前耳朵噶伊讲张伟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是讲我药剂吼是还袂到要洗程度啦，唔过吼，因为伊讲我诶尿壶栓哦大家吼，迄尿拢放无好放吼，即较人工较慢啊是。尿咧放未出来，到到尾药剂会洗啦。伊敲电话甲我讲安啦，我讲来，你免烦恼，我一个观念方法落去，差我一个月即个时间啦。咱讲事实啦吼，我无要分开几工，三工两工的无可能。无可能啦。一个月的时间了，伊家己敲电话，昨嘛敲，今仔嘛搁敲，伊讲张伟，一支的，好，迄只嘛吼，我尿咧放哦，家己就拢知影，大把啊。一大包，你拢感觉到啊？你即卖连工啦，去个医生看，医生就讲，哎，吼，进步够多，唔是安尼尔啦，迄洗药剂都无你的份啦。伊讲，哎，真正就大包了哦，我无加真欢喜，安得啊，无去干怎吼，来操持功夫。锁开，锁到单电金开，吹合合一直讲加增热量。好，我来讲，正平一连，正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倒平一连，头前一个，后边一个较好。二就是两连，三连三连，一口气过来就无要紧啦。好，我来讲，是的，我来讲，是的。我的功三级，哇，赞，超级笑话。今晚要讲笑话嘛？要讲啥？要讲啊正经的呀。啊，我讲阿呆甲阿花啦。阿呆甲阿花，因两个阿阿婆吼，做搞笑咩？阿阿婆不得个笑咩呀？啊。我不要做阿婆。阿小妹哦，阿呆来讲啊，阮查甫的身份拢袂输恁查某的哦。哦，我讲闲啊闲啊。啊，恁查某的哦，顶悬一支嘴花的啦，下底一支嘴直的。看哦，我嘛袂输恁两支嘴的。做恁两支嘴的呢？安尼啦，啊，我讲。阿呆啊。我较是袂输你呢。啊，我讲袂。哎呀。袂输呆啊。啊，恁查甫的哦，顶悬一支嘴。下底搁一支麦克风，搁两粒喇叭呢。
都两个大班呢。哎，真正十波卡个小妹呢。真正。但是我正经我讲一个正经的哟、哦。我来讲点吼，一只鸡公啊。鸡公。伊拢打拢，伊去出差一个月哦。啊，等下了后，人个咧来伊讲，哦，你莫拢讨客兄呢。哦，讨客兄啊。哎呀，讨个一只鹌鹑啊呢。鹌鹑啊哈。过无偌久哦，一只鸡母哦，一个生一只鸡卵啊。生鸡卵。啊，不过迄卵看起来个色个脸嘛，像个鹌鹑啊卵安尼啦。哦。这鸡公个大鸡母讲，你听我讲，你是不是早已偷掉哦隔壁的鹌鹑啊？无你为什么生卵这样细粒？好、哦，这卖鸡母个讲啊吼，哎呦呀，安个呀，你吼误会我啦。前头讲。哎呀，我吼那是扎散呐，扎散生起来卵个细粒。无够贵啦！今个有咧扎散的哦。嗯。好啦好啦。嗯。我阿爹甲阿花两个要离婚啦，两个要离婚啊！哎，就一个囝啊，啊，迄个囡仔阿花拢可以讲，这囡仔我要卖啦。阿花讲的，要爱囡仔。啊，阿爹讲那有可能。你囡仔我卖啦。啊，阿花讲，迄囡仔是我生的，我不倒带出来。所以这个囡仔爱属于我的。有道理。阿爹讲，你敢要去领钱？领钱啊！去管理了迄个提款机领钱。没啦。伊讲没啦。啊、你敢想啊？迄、那个提款卡若无插落去，你的钱要哪造出来？恁爸若无甲你堵落去，你要哪洗出来？高雄李大哥的梅花蛮成熟。
分月月，暗夜有相逢的机会。啊，阮的亲情可比天天的仙桃，想要万年的我。你真正无简单呢，半季拢诶，你看大病初愈的人吼，我都看见啊，你要等，你甲看来。我来讲，真正，安那小白粉够流行。啊，对不对？观念太好个呀，对不对？好啦好啦，啊，可能袂喘。哎呦，好啦。哦，咱那就上通常一般啦，是讲看灯音啦，咱拢会安尼平平喘嘛。哎，那啊，看完了后，安怎个可能袂喘？脸不红，气不喘呐。我嘛先说说啊。其实哦，这是拢平常时拢爱有听杂，任何工课拢是同款。拢日积月累。你看像免讲啥，像阮查甫人通常一般，有个人那爱搞尿的无？搞尿看医生，安怎看拢无效呢？足侪人拢甲我讲，真正咧，奇怪，迄搞一下看医生，看拢无效，无效。你若发炎，可能有效，伊会消炎嘛？对。啊，那疼，止疼会有效嘛？啊那，啊你那是搞一下，搞一下变那有效？无效。是那我会甲恁讲，因为你了了破伤肿大嘛，啊肿大了后，像你的尿吼，就了你咧膀胱内面，你无多一摆放甲清气，因为你咱咧放，你有可能三百 CC 的尿，你放一百。啊，两包嘞！啊，个两包落哩，咱的膀胱内面放无清气。啊，你嘛倒咧困，倒要困呢，即嘛腰子个那个二一百过来，伊就个顶开啊哩。啊，个你话个放药啊？啊，你来个放啊？所以有个人一暝拢起来六七摆，就是安尼。咱讲熟悉啦吼，今仔日呐，咱膀胱要困的进程三百 CC 呐，规个拢放无清气，倒咧困啊，一定。捧三百 CC 那甜啊，都天光啊！恁少年就是安尼啊！哦，对不对？咱就是安尼啊，天光就是起来就靠放早时啊，头一步就啊嘛。有啦，咱最近要讲开，像咱啊，住伫咱的院里面，诶，柯太太伊就安跟我讲，伊讲，阮翁吼，好，我足老的，我今麦拢含伊分房困，啊，今麦无啊啦。唔是啦，迄寒，伊讲旧年的寒天人哦，伊都一晚呢啊配得掀开，一晚呢拢配拢加未少啦。伊讲啊，我都。都困，哎，即摆伊就一摆呢，掀开放尿，一摆呢掀开放尿，一暝起来六七摆啦。啊，个免困啊。啊，就是安尼，伊无困，我对伊无困啊。哟。啊，尾下我拢含伊分房困啊，安尼啦。尾下用我的观念方法哦，哎，伊讲一开始吼，本地一暝上少六摆，一开始吼，哎，差不多一礼拜过，起来两摆。哎，有进步啊。哎，佮经过一礼拜了，等于半个月后，伊起来一摆啦。愈进步。经过一月日了，伊即马一醒到天光啦。哎，安尼好啊。好，两个阿公我佮困做伙啊。刚进个结果吧。来，我即马讲咱屏东哈，咱屏东一位太太吼，伊伫田林做工课。啊，田林做工课，田林也无变数啊。无啊。哦，啊你若是讲边啊有草埔啊有树啊，脚无人看到，唔就会使绑着。系啊。靠腰啊！因离田里那管规个上面那种地啊，啊规个伊要咧放尿是来讲的。惊强看。哎啦，该歹势啦。啊，唔过无顾咧，佫袂使啊。伊讲定定咯嘛，有当时阵哦，若要去做新哦，内裤就脱开安尼。啊。啊，真正安尼。内裤脱开。脱开啊！啊，因啊咧脱外裤，免佫弄内裤啊。啊啊，离园咧做工课，伊安尼会放尿无人知啊，安尼啦。如果安尼嘛，该困了啦。啊，尾啊，有那用我的观念方法，然后嘛，差不多一个月外子过。哎、欸，伊讲哦，迄就好，前面就调下，啊，要放就放就放，发就会当裂啊。伊就膀胱有力啦，就袂安搞尿啊。足侪人拢安尼啦。搞尿。上重点哦，要讲开，咱北部有一对翁仔某吼，拢老师退休的，迄老师退休的呢，啊，因某咧洗油纸啊。啊！因翁拢一三五爱再去洗油纸，讲再要三四年的款啦。洗三四年油纸。哎对，即马有一摆因翁咧无爽快哦，伊再无去洗油纸，就煞互医生检查，哇，油纸讲无好啊。即马回来哦，哇，一个面啊煮煮啊。油纸无好啊。哎呐，即马你啊，伊朋友来讲，啊，你先啊，我看你像安无欢喜，讲唔是啦。啊，无咧。医生讲我油纸无好啊，啊，我某真咧洗油纸拢爱我载。
啊，即马我那药剂阁无好，唔得两翁我倒他妈西药剂受伤。伊讲我来讲啦，你阿未西药剂的，你敲电话给张辉啦。伊讲张辉啥？伊讲你开屏东，我电话给你。哎，咱的观众讲叫伊敲电话。啊，我甲了解了，讲来我一个观众，我无要分家规啦，当看会条未？伊讲我甲讲讲，哎，药剂若歹就歹，未好哦哈。哦，所以你有三分过三分，五分过五分，那过会条，就算介你有你介有福报啊。安尼加进动的嘛，有那动没几多年安尼。真贵呀！人老迄老师一直因一直因某咧说药剂，因翁都无去说啊。结结好姻缘。所以这拢一个姻缘尔啦。啊，无说乡亲的朋友，药剂未使拖。药剂无好吼，会有一挂症头，你唔知有无？我唔知啦吼。我即卖六十二条的症状，你若有其中三项，你都要去看医生哈。啊，无连讲个西药剂哦，药剂无好吼，其实你有症头，人会介高先介高跳。哦，你这个都故意啊？哎，话讲个讲较可能呢。第二，咱较无胃口，抱心抱心，搁要吐白痰。第三，药剂无好，你放尿会起泡，会像这安尼啊？对，这药剂咧，甲你抗议啊。未抗击啦。第四，药剂今日发炎，哦，骨头都无安怎啊？甲脚掌头酸甲冻袂停啊？腰会酸会疼。第五，真高就要放正少。吃饭啦、啊，哦，安尼一面弄到天光啊，弄到几落摆，第六水症的哈，哦，这已经尿毒啊，这气了弄到恶了呀，我困醒开边，他妈手边边，边边个未使啊，第七放尿白了喂，尿蛋白，查甫人像安尼就白心啊，查甫人白心，第八贫血的哈，医生啊讲你有贫血，你就是腰子无健康，这会问头，所以呢，咱你一定要把腰子顾好哦，第九糖尿病。糖分啊，连关连结，这个人的西药剂哦，药剂也歹，因为道理啊，西药剂三个一个，其中一个糖尿病，各会也要同款，连关连结，有那西药剂哦。张伟，你何必讲嘛？我讲的话，你甲录下嘛，绝对正确，叫你的医生听嘛。哦，看看我有何必讲的无？专业。第十一，听风感冒酸，哎，卡巴哦，我听过来走过去哦。嗯。第十二，尿道感染唔放紧，紧要办放无，放尿会少会挂，七加六皮生会疼。怎么办？安尼你变哪规定？哎，药剂怕。没烦恼。掌握一个观念，放我到你。对，把咱的药刀、膀胱、腰子，给顾好，啊，让你免安尼一面弄到天，搁放尿，搁袂臭尿破险，啊，搁咱袂起泡，嗯，好，好唔好？好，好啦哦，来，母牛出去干保平啊，身体健康，你食到一百七十五啊，做来顾腰子。不管你抽什么烟，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。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，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，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，保护青少年健康。全面禁止电子烟，不得制造、输入、贩卖、供应、展示、广告及使用。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，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。禁烟场所再扩大，大专院校、幼托场所禁烟外，酒吧、夜店、卫生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。为了增加警示效果，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%，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，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。为全面禁止电子烟，违法行为加重罚则，民众使用也受罚哟。烟害防治法，保护你我健康。来啊！惠安同亲家了袂掉诶，这个耶，进专供啊，专供。阮这老婆婿乡亲好朋友咧看咱的节目，大家人听到健身好，拢比讲赞诶，赞。吼，佮再张飞有健身好，阮这老大人哦，三更半夜都免撞啊。来看咧啊，惠安同诶哈，健身好哈，健身好哈。杨贵姐诶，健身好，亲家了袂掉诶。今仔日我那要阁讲报告一个好康哈，什么好康诶咧？咱这一罐一千啊，两罐两千块，买两罐两千对无？咱是不是加两罐？买两罐，老师送你两罐。来，我讲报告吼。哦。咱那个面霜送到今仔日尔哈。Q10 海洋胶原蛋白面霜。这罐面霜送到今仔日尔，马仔都无啊。无啊，阁无精神啊。所以咱若是有欠面霜诶人，你趁即摆若平时若有咧食，趁钱赶紧叫起来。来，这罐搁加加落。算你两靠通，老师给送你一罐两块钱的健身好。安尼，互你开2000块尔。做秀做秀做秀的呀！来，搁一点么啊？老婆说你若有要加强，你甲小姐讲。今日搁有加强？无加钱哦哈。加强无加钱？有加强搁无加钱哦哈？知无？好，来二十名哈。今日十位名。北部五组。北部。我看新人靠福气啦哈。
中部嘛五组，中部南部嘛五组，南部花东甲平湖五组都二十组都好啦。是二十位，同我靠通加上这两关。啊，你若要加强哦，你甲小姐讲要加强安尼哈。好，来你个。第一位，喂，哎，你好。我等一下。好，是啦，你好，咱到位。我上桌来煮啊。啊，来煮来一串试试，母娘给你保平啊。恭喜你。哦，这真正福气。老三这边啷个吃？哦，早暗两粒就好啊。两粒。今仔买对的人，我讲老菩萨，你出运啊！恁个三更半夜，恁在遐咧叫病锁门。哎，那你啊，喂。哎，我要一座东海阿翁啦。哎，阿翁姐啊，啊你老要加强看，小姐讲啊，来二串二串。你有加强的哦，好。来你好，喂哦。嗯。嗨。安哥哥。来，这边三串，保留给你保平。谢谢啊。恁恁健身好，今日一工命。来你好啊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我爱南关。苗凤哦。来四川，四川，谢谢某娘给你保平哦。啊，你个我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我们是这个电信号。哦，你高兴兴哦，好，来高山，高山，高山啊，谢谢啊。你唔爱食过这样，你说个这样有高大耶。啊，你个啊，哎，我哎，新朋友，哎，如果要加强哦，你甲小姐讲哦，来二山啊，谢谢啊，某娘给你保平啊。哦，今麦拢满山当中，你得爱卡到有人卡，有人接位置。是是，那你好，喂喂，嗨，哎，你好。你配军哦，你配军哦，跳哦，安娜，没去抓你，跳，哦，来上床上床，哦，你好喂，喂，哟，哎，你哦，你顶贵顶贵呀呀哦，嗯，啊，那一双玻璃跟你玻璃有咩加强啊？小姐讲哦，咱起来就只讲，我咩一组，我咩两组，来你讲，咩一组哦，秀秀文哦，哎对，那咩加强啊？小姐讲啊，来二双来二双哦，来直接讲，我咩一组，我咩两组，来你讲，喂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喂哦，熊哥，熊哥，来四双，四双，四双啊！我等起来，直接讲我要一组，我要两组，安尼较简单啦。空班，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赶紧啊！老师，阿姨到脑筋啊，品牌的人规矩变哪只？哦，恁到脑白种白族的人规矩蛮单调啦。啊，无咧。你看安张伟节目，你就知影安张伟唔是讲哦，我上赞，别人讲卖我也不安尼讲啦。咱的一粒，恁到的一粒，按两粒甲掺做一只。安尼拢未怕，安尼你个人比较，啊无人啊，偷嘴脸，刚才出去教我。啊，那个男规矩，健身体真心不怕火炼呢。哎，英丽，哎，你好，一组，我一组啊。来，一双四双啊，谢谢啊。来，直接讲我一组，我要两组。来，你好啊。哎，我一组。一组哦，哦来，你阿喵，来三双三双啊，谢谢啊。从安尼起来，直接讲我一组，我两组，安尼啦。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来赶紧来，你好。喂。我新朋友嘞，新朋友赞，老爷弟，我讲你今仔这通电话绝对无白办，你真正出运啦！啊，你老要加强，你来甲小姐讲啊，讲要加强啊，来计算，谢谢啊！加强无加钱哦，来赶紧啊！无，大家拢在幸运。来，你好啊！喂喂，啊，聪哥，聪哥，好啊！好，来三双，聪哥要加强，甲小姐讲三双啊，谢谢啊！哦，恁十波人若要抽到，咱南关子健身课先啊，创个好势。来，你好啊！喂。张海老师，金路啦，嘿，我这边是多啊，啊呐，啊是咧干哪加强？你甲小姐讲来五山，五山加强啊！哦，你诶，你笑眯眯诶啊！加强不甲你加钱啊？哦，真正有影。我大概拢有哦。老和尚，这不是常常有诶啦，哦，唔常有啊，都我这人就安尼。分张啦，老师算分张啦。来你嘛。你好，你好，诶诶，秀彪，秀彪哦，来二山，秀彪过来，谢谢啊。我到那个。纯赚要三分钟，咱张伟都唔捌都袂讲，我那边我也难袂坑波啦。而且做分张诶，啊，无紧啊。啊，这好消息，爱甲人家个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啊，那众乐乐咧，众乐乐不如众大家乐，大家都快乐。来，你好，秋霞。哎哎，秋霞，一组哦。哎，要啊要加强，甲小姐讲来一双啊，谢谢哦。加强要加钱哦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嗨嗨。念上。哎哎。你谈笑遐哦，啊嘿，你来啊！哦，赞的，我讲咱查甫人呐，这组够加强了哦，够下下球，来四双四双，谢谢啊，真正啦。民宿代志满意，房间内一个满意。迄道你咧欢，你欢咧，你就该哦，我即马变只巴嘴，啊，重量加个重量哦，对不对？哎，那难为你就，哎，你好喂，嗨，啊，一双啊，来一双啊，谢谢不留来波平哦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哎，天门哈。来，二双门，这二双门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。喂。嗨。哎，二双。阿吉娘。你阿吉娘哦。啊，来三，来三双，三双啊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张辉，我是说。哎，
慧心，你忙咩啊？你有没有咩吼？你看电视得啊？哦，你看电视得。哎啦，哎呦，哎呦啦。因为吼，这安怎讲？免个讲。免个讲呀呀啦。你草稿安怎哪草啊？有啦。啊，你都看节目点关得。哦，你啊，现在我会讲叫你唔免买，你家己心内有数，安得啊？原因呢？啊，安得啊嘛吼。来，搿两分钟。啊，无我靠，你开饭店惊人大只。对咩？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哈。最后两分钟，我上这两关，你够加强诶。我讲听哦，搁六个得好啦。最后六组。哦，搁六个得好啦哈。来，你话。喂，张威啊。诶，金峰。诶，金峰，诶，安那。你。你上车，你上车啊！你听到了？喂，你好，喂哦，喂啊，啊啊啊！接招！来，你上，来，你上，谢谢啊！喂啊，哎，喂哦，小三，来，我上啊！哎，你好，喂，哎，张老师啊，淑珍，我被爱老婆长，老婆长哦，你都要给小姐讲老婆长啊！来，四川老婆长哦，四川老婆长哦，分分到两种，空八。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搁三组了，三组，你是有读册无？真正有影哦。纯正要三组。一组确诊过来，开始拢听到伊呢。什么话？那你好，喂。哎，你上。秀琴这样。秀琴哦，来你上啊，谢谢啊。啊，你好，喂。张辉老师。哎，苏伟。哎，啊，我要南国记者。啊，老妹加强，给小姐讲，来一上啊，谢谢啊，那你好，喂。张辉老师，美女。阿翔。台湾阿贤站的来沙山，哦，我不骗你，查甫人这组脑力价格加强哦。你咧欢，你加欢嘞，你就感觉讲，哎，我加成八嘴啊，啊，佮靠动力啊，啊，佮加种满意。哦，哎，真正阿个我感情嘛，结果好个。啊，就小妹才开始呀，一个满山当中嘞。哦，啊，真拢满山。哎呦，那无说你哪较有耐心啊，卡哟，今仔你有好康的哟。啊，我要来分吹啦。哦，啊，那卡多卡无通的。啊，卡无通啊，你电话佮继续拍。好好。炮通拢总有加，会当要加强的使哈。哦，啊，够加上。啊，即款后，即款后上，啊，即款后有啊，面霜也有哈。啊，够加强的。啊，面霜上啊，今仔日了啊。忙啊，才个无啊。忙才个无啊吼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哈，咱呢个下个节咯，早暗两点哦，早暗两点啊。喂，来你好，光进来，来你好。好的，新朋友。喂，来你说，你说啊，来你个喂。哎，到南关。来三刷三刷。我分出你卡电话啦吼，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来一上。阿哥，继续卡，一个满山当中。老婆在我讲哦，你有咱张辉吼，要讲开你介心事，阿哥未开冤枉钱啊，未惊冤枉路，一个个不要多，未浪费时间呐。啊，按张辉那有恁吼。我会当做足者功德呢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呐，大家人身体呐健康，啊呐平安顺心，这就是我愿望嘛。对。要讲开是安尼啦，因为爱咱爱有一个感恩的心啦。今仔按天公伯啊，搞留我这条命在遮吼。要讲开，我这人我也无什么要求啦。哦，你若捌我，人就知影。按无你嘛，按为观察底搞我救起来了后，我就一个想法啦。我讲，我要甲这世人，我所有的性命，拢来顾阮这乡亲朋友老婆噻。啊，所以有个人讲，啊，恁的物件卖甲遮上。哎呀，基本个本钱可无够。我讲听吼，挣钱对我来讲拢唔是重要。啊，无上重要是啥物？是意义。意义。我人生的意义较重要。我这本册，我咧要安怎人工，互阮孙看讲，我若讲啊足伟大的字句，很写写传记啊！啊，什么歌啦？什么歌啦？听你感动噶咧！万有客哦，来这首歌呢，是咱的歌雄的碧玉小姐点播我叫。
咱吼，有当时啊，代志若无了解，咱唔通随随便便啊，含人哩啊，安尼你有冲突啊，哦，一个坚持侬家己的意见，安尼会失去到大家做伙和谐。人甲人个当做伙是一个缘分呐。那无像你，就亲像讲，今仔张伟在做节目，啊，你咧看我个节目，这种是一个缘分呢。迄有个人看我节目，伊看袂下，伊就转走啊，和我都无缘啊。哦，啊你看我节目看一下，咱拢一个缘分爱秀缘嘛。哦，啊那有咧秀缘，都互相有咧关心，人就是爱安尼做啊。哦，啊那当然，咱也免去讲勉强讲，你一定爱安怎，一定爱安怎，嘛免得安呐。过去较早哦，咱安尼人较无冲突啦。过去较早有两个武士啦，啊武士因都两个小玉啊，啊入去树篮内面啦。啊头一位武士吼，伊咧树啊看到一个金色的一盾牌无吼，咱咧小台是毋是？叫一个演员咧，咱较早宋江顶头手举刀啊，这边都举着盾牌啊咧。人家佛台还紧炸起来。对啊。头一个，这个武士伊看到一个金色的盾牌啦。那么第二位的武士哦，同款伫一张树仔口，伊看到一个银色的盾牌啦。哈、哦，一个金的，啊，一个银的啦。啊，两个人为着这个代志，话两个人伫遐吵哩吼，吵到尾两个全倒背起伫遐冤家咧，决胜，要个一决胜，一个胜败哩。我搁看金的，你搁看银的，同一块盾牌。伊两地啦，啊，结果两个人吼，哦，你啊谈几工，拢未无分胜败啦。当两个人拢忝啊，坐咧树仔脚的时阵哦，伊较发现讲靠腰啊，安那，迄块盾牌的正面是金色的，吼，伊个内底面是银色的啦。啊，原来是刚一块盾牌，但是有两面的色地啊，哦，一个金的，一个银的。两个拢对啊！你看到金的，我看到银的。啊，一开始因两个人无爱相信，讲我明明都看到银的，你就讲金的。啊，你看，所以唔好坚持家己的意见就是安尼。但是代志要先好了解了后，安尼咱较袂失去着互相迄种的融合啦吼。啊，无人讲，介侪人都你讲你对，我讲我对，两个拢对。坚持家己的意见啊，都唔对啊。咱爱代志了解。咱较无冲突啦，做人就是安尼嘛。安怎话，即世人不也唔能有冲突？哦，即我以前我拢，因为咱出世就伫个作善的家庭啦。第一，咱无本钱含人相骂啦。第二，咱若准做含人有冲突咯，咱无钱通开啦。所以咱家己爱归根当我家己清白。嘛，无靠山啦。啊，无靠山。无背景啊。无背景，大项目啊。所以我该认分。我做好我要做的工作，我就遵守着咱的这个法规。政府若讲安怎，我就安怎做。真正拢照规矩啦。照规矩啊！所以介只老菩萨咧爱找张辉，就讲你要找张辉，第一伊也袂害人啦。对。啊，找伊也免烦恼，会拍歹身体啦。真正。啊，就安尼尔。嗯。哦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伫广播界会当安尼，老菩萨愈来愈侪，乡亲的朋友、观众愈来愈侪。为电影到专攻。问题是咱就实在尔嘛，我也无计较啊。老师你阿嬤也交代做人实在较有底啊，我都实实在在，今仔唔到一碗饭汤胖，所以做珍惜。哦，是毋是安尼尔嘛？老师，我讲对唔对？哎呐，我真咧教书嘛是安尼教，哦，我咪讲啊，都人实在，茫讲白菜咱都好啊。哦，做人就是安尼，上界基本的就是安尼嘛。安尼点歌啊？三句哪咧？哎，七八九空八八空，七八九空八八空，接通电话讲三句，对三句。我到底我心里我听什么歌啊？简单要用力，小汤汤，哎呀呀，中汤汤，阿哥别挂不喂，大汤汤，哦，哦，痛着你不听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哦，老师你拢演完啦，哎呀，阿位老师你好，哎，李春，哎，麻烦你请我一条爱的入棍。好，你妈的爱是的，我该拜一轮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哎，你好。张老师。哎，你好。陈先生，你好。谢谢。我是的。兄弟啊，好好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好。哎。哎，怎么你？大姐。你好。我点瓜。好，来讲。平湖菜龟。平湖菜龟该拜几轮啊？哎，你好。好诶。哎，回安东哦，赛场哦，哎，工商赛场啊那，哎，我一个，你稍等下，你稍等六双六双小姐，我们啊，你好，喂，张老师，哎呀，你好，黄小姐，哎，哎，
拜托你给我唱一条《黄昏桥》。黄昏桥，给你拜三号哈。好，谢谢。拜拜拜拜，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进场。干爹，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哦，我给你拜四号哈。哦，谢谢。好，拜拜拜拜，来你好。喂，你有啥呢？有先生哦。哎，来一刷就来一刷就来，你电视转大声，你小妹，来你好，喂。哎，请新房电话。苏金哦。哎，好，我来拜五号哈。哦，谢谢哦。来你好，喂。我要叫三位请唱歌啊。什么歌？林松柱。林松柱哈。哎，对。你什么人大队？我花莲秀琴，秀琴啊哈，我给拜两个哈。好，拜两个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喂。爷啊，你爷啊你。哎。哎哎，错。错中你捌无？错中我捌啦。哎你哎你捌哦。厝边啊。哎，阮厝边呢？我错中啊，恁厝边。啊，我秀恩江西啊。我知啊，我跟恁太太有讲。哦，安尼哦，好啦好啦好啦。啊，你要唱什么歌？金锣龙你来。金锣龙我听啊吼，拜七龙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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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喂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。洪春。哎，张师兄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嘿，我要听古筝。古筝哦，我跟你拜八号哈。好，感谢。哦，好好好，拜拜哈。好，拜拜。来，你好，老师欢迎你好，陈小姐，我点一首《酒场龙子》。酒场龙子啦吼，啊，我给你拜高雄哈。好，来，你好，喂，喂，你的我台南。哦，美竹。台南呐，哈，我点那个国语歌曲啦。什么歌？你能不能留住你 ？OK， 我给你拜十分哈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OK。啊，哪歌哪歌？嗯。好多我阿爷啊吼，哎，五爷大姐，哎，就是阮婚林启东，厝边啦，哈，我启东的囝婿，有啦，哎啊，我都听讲，伊含阮丈母妈介绍你，哦，是啊，你哦，好啊，哎呦，这都会当认到亲戚啊，你看，哦，阮舅妈，启东遐偌济人，你看这个，老平啊，就我看那几四辈啊吼，我搞到你。嘿，好搞笑，不是我搞到你呢，无我吼，个老师个你啪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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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拢是你搞歪啦！哇，这个物件黏贴贴，你是你无洗手呢嘛？我搞手起来拢搞到你，你个看唔到啦！一切切片啊，无洗手，这太过酒精无啦，起来喷出来啦！这俩假啦！我个片片我都有切，我切片都有洗手诶！好啦好啦，什么歌啦？对调啦，高和哟！有啦，来这首歌是《酒醉乌白花》哦，正常。点袂开心，我真甜。Thank you.
头拄只咧讲到这个月啊吼，嗯，我今麦今麦咧讲阮丈母啊，有那个住咧盐厝边哩，离咱七栋啊吼，有一摆啦吼，啊，我着等一分休困啊，等一分，阮丈母阮丈母啊，我讲。哦，哎呀，该做啦，有那七八十岁啊，有那还搁咧做，你那拢小半盘啦，啊都小半盘做安尼啦。哎，无做会无聊。哎呀，啊伊搁催着你嘛，搁去做呢。我即马唔免隔离啊。伊无叮当哦，伊顶得艰苦啦。饭食袂落啦。哎呀，啊有一摆就是甲我讲哦，伊个手开安乌乌啦，啊脚盘乌乌啦，我讲你是毋拢会嘛？伊讲系啦。尤其是那寒人哦，你两年做工课，搁愈吃力啊！啊，拢把规年趁钱啊！啊，伊脚手拢乌乌，搁有一粒个血管瘤哩啊！红红一种，一粒咩？按整按一粒按像个土豆只大粒安尼，顶顶安尼。我讲，我今日我了，你个一个观念方法到你，啊，你试看嘛？嗯。我搁隔灯抓，让他认为你呐，我搁隔灯抓的，搁等伊等伊嘛。啊，等伊训练啊，这个阮丈母讲，哦，迄你的方法偌赞，偌好用诶。安怎讲？你甲看我即卖手拢共色，脚也共色，手也共色啊。上界神奇的就是迄粒哦，一粒钉钉，迄粒总无伊啦。无伊呀。哎呀，伊血管瘤，伊脂肪瘤啦。脂肪瘤。哎呀，安尼啦，啊都哦，那也总无伊安尼啦。嗯。哦，耳朵噶，耳朵噶，啊就脚手都袂麻。我加载。所以哦，这就是我平常时咧教阮这乡亲的朋友老婆仔讲哦，脚手会麻，啊，医生咧看，药啊搁咧吃，搁拢总同款咧麻，这个原因出在倒位，咱知无？唔知咧。啊，唔知你咩来好？啊，就是咧麻，麻足久啊。有啊，足侪人去看医生啊，啊，医生我脚手麻。嗯。来，我开清胃哦，你吃。对。吃这个血检咧，拢标准咧。同款咧麻。同款咧麻。我都教我治麻。为什么开安尼？那我想我讲给恁听啊，恁人的血筋有分啊，分啊！你今仔日看我节目，你会个捌足多啊。有分动脉甲静脉，动脉就是咱心脏这三条拍落去叫做动脉啦。动脉。哦，啊到脚尾手尾要流动啊，迄个叫做静脉啊。咱咧注血筋咧，叫做静脉。静脉。动脉咱目睭看袂到，点伫内底。咱看到浮筋啊、青筋，迄种总静脉。哦，总静脉。啊，动脉咱看袂到。是不老动啊？也会老动啊？耶。那么，咱是安怎样？咱那一个分那个大条的、甲细条的，上腰的伫底，伫脚尾、手尾。末梢。伫目睭，伫咱的耳鼻四骨，伫查甫人的器官。这种末梢。这种末梢啦，啊，迄都唔是靠动脉压动的哦。啊，无咧，咱靠咱的地，靠咱的血筋的柔软，靠咱的腱子吧，该阿无，咱爱安尼做，偏偏年岁有啊人，第一，咱年岁有啊，咱血筋较脆啊，都较无弹性啊，过来咱有诶拢皮包骨啊，嘛无迄个腱子吧，通够甲压顿来，所以即个杂质会留伫你脚尾、手尾，伊会留伫遐，啊，末梢留袂顿来啊，哎，留袂顿来就无多代谢处理呢。所以你吃清吃医生开予你清胃药，安那吃，伊脚尾手尾同款的麻，就是因为吃的杂质，你无甲清出来。哦，所以同款你麻你麻拢未好。查甫人嘛同款啊，查甫人的海绵体，伊个无骨头的，伊嘛是爱靠清胃，啊问题你到哪啦？遐杂质里啊你。你末梢。就像个油压清未起来同款嘛，所以这个是咱。介侪人拢想拢无，奇怪啊！都医生咧看啊，回到严格无都标准都清啊，是那干干光个咧嘛？个是杂质捞无倒来。哎，捞无倒来，代志发生咧。哎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哎，那破空人工食捞来吼，嗯，拢唔免去搭着哦，伊就家己会破空哦。组织液。啊，破空也捞汤哦。啊，捞汤好神咧，怎你也唔知哦，因为麻嘛。嗯。啊，唔知伊即马好神，怎伊会甲你放？放卵啊，放卵会生虫哦。人娃娃卡咧生虫哦。啊，感染咧。哦，要注意哦吼。啊，即马啦，生虫了，伊就感染着，感染着爱固掉，啊固袂住就死人啊。哈，这严重着。感染着就无命啊。所以拢为麻开始啊。麻开始。好可怕。会当做，干嘛动作无代志咧？未使。那是足严重诶。所以你即阵看嘛，甲看你诶脚盘，甲你诶脚掌有共色无？啊，那看那无共色。啊，像这大腿这些，嗯，脚掌安尼，脚盘安尼，啊，像这几条草都要固掉啊，这唔对呀，啊，这几条拢未生啊，所以老婆生，你来看，真老来吼，
人讲真正，介济人都拢，即个皮肤都无共色去啊，脚麻、手也麻、四肢麻，暗时也歹困啊。比如磨烧，遐拢唔对呢哈。啊，有诶目睭嘛，拢开始动物迄落是咱诶目睭血管循环拢歹呀。又会更循环。所以，我今仔日要讲诶是针对咱诶上介油诶磨烧。哦，迄毋是你一般用啥物鱼油、用啥物货有路用诶啦？用啥物碗糕油、啥物迄拢无路用啦。你加这磨烧下只诶杂质，甲清除掉，干那一个方法呢？啥物方法哦？哦，咱干那一个方法呢？啊，所以咱会跟咱啊有了解了后，掌握个一个观念方法咯哩。你看有啥物通去烦恼？哦，你看上薄诶，咱高诶上高诶，你心中者。因为咱心中的砰砰砰砰砰砰，伊个若无够高，伊会劈开啊！啊，上报就对，你头部、脑部，所以你若血嘛欠管，伊会拔断脑筋。你无人听讲拔断脚筋、拔断手筋啊，无啦，讲拔断脑筋，因为上报嘛。所以老菩萨，咱会当挂布输牌吗？未使。迄一个代志发生呢，啊，就去了了。对。唔惊一万啊，上惊万一啊！老菩萨，咱唔通有迄、那个啊万一咯、哦，万一啊是安怎啊？就害呀！到这个万一来讲出嘴。差不多，咱的人生到这就一个段落啊，所以慢慢有迄一天，啊，你唔免烦恼，你有按章位治咧，我就讲起了天帮了，我会甲你夹咧啦。啊，有业按章位甲你担，你甲啊有啥物人烦恼？免烦恼啦。你脚尾手尾麻袂？哎呀，拢嘛会烦恼。啊，唔是歹困袂？歹困，记得个退火。啊，有想要学好无？袂。袂哦。来，无你话自备来讲保庇。身体健康，我你食到175啊！哦，拢未吧？再干一杯。不管你抽什么烟，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。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，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。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，保护青少年健康。全面禁止电子烟，不得制造、输入、贩卖、供应、展示、广告及使用。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，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。禁烟场所再扩大，大专院校、幼托场所禁烟外，酒吧、夜店未设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。为了增加警示效果，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%，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，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。为全面禁止电子烟，违法行为加重罚则，民众使用也受罚哟。烟害防治法，保护你我健康。来啊，咱的银行来啊，真侪阮这乡亲好朋友老婆婆，尤其是阮这老兄弟，都到这个银行站呢，有一个外号，那叫做妈妈乐，妈妈真快乐哦。来看一下银行哦。美国进口的哦，看了哦，美国进口的哦，哈，哦，美国进口啊，银行啊，哈，这银行唔免广告啊，唔免啦，啊，这免广告，大家拢知影啊。我优待一年哈，一罐1000块，买一两罐2000送两罐，买两罐老师送你两罐。啊，你民生有哪同款啊？民生送到咱这栋呀，到今仔日呀，到今仔日搞这栋呀哦。等你送完就无啦。等你上龙得无啊？这民生 Q Ten 海洋胶原蛋白面霜，内底还有玻尿酸。啊，新朋友介绍这广告也加了。双电电话卡好痛，老师都加送你一罐。啊，20元就好啦。今年才会加送这两罐。你惊过头，人惊40后啦。上了中年了后。40后，不管你查甫人、查某人，不管任何人，这个银行拢一定爱对的。对。相信张威啦，这银行第一对的，咱也较成功啦。哦，较袂去发呆啦。啊，过来暗时阁好困，哦，你年龄也对，啊，查甫人一减二个，忙哪去减四个，哦，啊，过来，阮这乡亲好朋友老婆婿，你都免烦恼讲哦，你即马有这组，你咧行路就袂跋倒啊，拢免烦恼，知哦，0800000589啊，迄个北部五组，北部，电话赶紧跑下。啊，中部嘛五组，中部，南部嘛五组，南部，花东偏哦五组啊。今日十位电话卡，安多20位，送一罐咱的民生以外，搁一罐咱的银杏哈十，银杏十二哈。加二十位，我又带你啊。来六位，嘿，你好，加上一组诶。赞温太太来，好，这组查甫，咱老大人啊，这组食得着，你老大人盖福气，一刷一刷。咱银杏是素食的，要送咱食素的朋友一点。来六，单位，纯蜜，纯蜜一组哦。
咱的宜兰来三宜山宜山哦。恭喜你，来你好，啊，潘姐潘姐，来你好啊。喂，张老师。苏慧。哎嗨，咱到位。我新增啦吼。哎，啊，迄个银行一组吼。你敢捌买过？唔捌。哦，一组只有对你真福气。新朋友。啊，买等下红阿婆做伙食啊。来，看到。来一刷一刷哈，来试试。咱个银行是美国进口的哟。来，你好啊。喂。张老师呀。招弟哦。对，我高雄啦。哦，来宜山宝平，来宝平啊，宜山哈。都老朋友啊。屋上小姐，你老妹吼，安娜，啊，你等于你就跳恁翁只，为什么呢？钱你咧开，送嘛你咧送嘛，你知无啦？大家拢快乐啦。来你嘛，喂，淑娟，喂，嗨，安娜，接招，我要连线，啊，来三刷啊，谢谢啊，来你哦，喂，嗨，我要叫。你这么讲这，啊，我钓吼，哦，啊，这那钓恁查甫人吃吼，我家己要吃的啦。你查甫人家己买啊？你要钓恁查甫人吃钱，你开送嘛？你得送恁来一双一双。查甫人要吃家己买啊？好歹，哎呦，哎，你好，哦，我要一组，啊，来二双来试试，我再等。恭喜你啊，喂，嘿，你好，雷兄。嘿，林兄，来四川的乡哦，谢谢啊。来四十岁以上个拢爱请，今天。哎呦，来你好。走。来春晖哦。嘿。赞你，这组脚钓我给你学了。钓。来五山。尤其咱这两天啊休困期间哦，咱咧食大餐哦，等下了后咱银行个爱对阿彪好累呀。尤其是咱那年会有诶，即个乡亲朋友老婆山哦。嗯。今仔这组哦，这条我也给你学了。人形真正较久你都懂。真正啊！咱年会有的人这组袂使无。一定爱有。啊，咱讲真正吼，赶紧啦！保养两粒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小姐。喂，先生。嗨。我要买那个银杏哦。好。哦，今仔出门，今仔有送一罐面霜，马仔都无啊，啊，佫加送一罐啊。甲寄来。你甲小姐讲来，一双试试啊。新朋友，恭喜你。来，你好。啊，一双，我要一组。啊，谢谢你的来啊！不要这样。哎，来一双，谢谢啊！哎呀，足嫌弃啊！不要这样讲啊！啊，你讲来，我叫我顺便跟谢多香。你讲有够好。啊，我今晚不跟谢多香，又讲我这人哦，安尼。无血无目屎。哎，真正，目杂啦，讲我目杂啦。人也是哦。哎啦，一双个安尼嘞，人伊讲我足温柔着啊。对啦，啊，你无血无目屎，你目杂啦。哈哈哈！哎呀，那一双老师，你莫再找我老婆菜啦！哎呀，喂 ，Hello， 喂，嘿，学姐，哟，昆尼呀，你昆尼呀，来一双，叫来一双，电话卡通昆尼，你也卡电脑的啦？哎，家人爱去看医生，来去看医生，人这么热心，关键，喂，哎呦，新朋友。来三双，来你好，喂 ，Hello， 嗨，要银杏，好，再来四双，一组四双，谢谢啊。新朋友，来你哦，喂，你是张老师？我张辉的，好，你听雨衣，今麦你讲的银杏，你听雨衣啊，嘿，来，五双，今麦一大优待要给三双两罐哦，来你啊，喂 ，Hello， 扩场，啊，来一双扩场来，谢谢啊，扩场要抽掉，咱银杏爱加，来你好。无菜啦，开个草丛。钱你咧开，送嘛你咧送，拢有啦。你唔免烦恼啦，拢有啦。啊，你以前嘛咧惊某的哦，咱只老兄弟，一组你较骨力啦只，叫三顿一顿两粒，两粒，一组食未完，你某就走你肉啊。人性的腐朽啊，真正有影。哎，你即马你去跟你某讲，你唔敢死做你来，你叫你死你死你死！啊，死啦！哎，太太啦，咩嘢叫你人家？啊，我冇死啊！我死啊！我死啊！哈哈哈！哈，空不空空空的，你我不进来你啊？喂，哎，有人搞上几张？啊，你出轨哈？啊，来一双啊，谢谢哈。那你好，喂，哎，请问你哈？哎，你说。银杏下来，银杏哈，削个大碗，大碗个姜半斤来了。喂，你好，哟，
银杏来四川啊，谢谢啊。哎，看来我们银杏一组，今仔买吼，银杏有五罐，五罐的哦，佮送一罐咱的面霜。送到今仔日呢？明仔载个无啊？不是录节目了就无啊？哦，不是等到明仔载。那你这款你该用咩呀？啊，哥，哥几个？哥三个就好啦哈。哦，最后三组啊。哥三组就好啦吼。赶紧卡好通哦。吼，这三个就真的好奇哦。哎，幸运当中的幸运。0800012589，最后三组啊。尤其新朋友，你好，你给你一个机会。北中南。北部一个，中部一个，南部一位，还佮三位哈。农村村最后三组有牛奶给上升两罐的呀。这四种电话特别趁这个时阵电的表现一个好唔好？好。咩我闹开好唔好？三组娘娘。我难这三组若无人起来，我闹开，我民主真扫落地呢。哎，阿含肉粽佮无通食。可怜哦，真正。泡面佮无哦。啊，佮食泡面，敢会当偏面？哈哈哈哈哈。新生新妇啊，你啦老师用偏的。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！三组纯粹有三组。来哟！哎，嗨！你有看到我李大哥来一刷试试？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来，黄太太，来一刷试试，你看到无？恭喜你！你好。你好。哎，赞的，来四刷，无人跟你报平安试试啊！你有看到无？无闹亏，真正啊！感恩你啊！落来咯，真正，恁的温情较大滴，真正有影的。一通电话，一世人的温情啊！感谢你，你形容形容不完呢。来，空八空空空零五八九，来你个。喂喂，哎，哎，正红爷爷哦，来三双三双，谢谢啊。老师，阿伯你好人做到底，敢好？敢宽容一个优待？好人爱做一世人，不是做到底呢？啊，做到一世啊，所以当中有优待哟。有，来一双，继续卡。看我的节目哦，就是安尼啦。不管你什么时阵哦，拢轻轻松松。哎呀，也无压力啦。哦，老婆仔，你看我节目，你嘛感觉介轻松。哎呀，啊，你用暗加食半碗饭，啊，用暗够好困，够未做恶梦。然后，做恶梦哦，人缘倒无会讲啊。不啦，刚才看到我心情就好啊，因为人太缘倒。我熟悉啦，因为哦，老师你足久无学了，你讲你缘倒啊？人爱谦虚啦。啊。我为第一代转到尾代，搁转到回来，找无一个比我比较缘投。哈哈哈！哦，迄代肉粽还袂消化完。你讲哦，真正有影了啦。我这人是咧成功啊！啊，无你讲我哪咧笑啊？欢喜心，这叫喜悦啊！喜悦哦，什么歌啦？哪个哟？这首歌是咱国民的美玉小姐点的歌曲，《心所爱的人》。
为着咱母娘慈悲的心，扶持咱母娘终点照明。咱扶持的时间到了吼，咱的乡亲拢变老菩萨。出了边囡仔大细吼，那阿未扶持，人家赶紧啊，稍微一点一看啦，导播。咱的那那个，囡仔大细阿未扶持的人，爱赶紧扶持吼。咱那一月你一百块银呢？一天才三开三块外银，对，就为你个一百块银。啊，咱定定较跑通。嗯，这么个听来，听来，张辉给你站一个好位。啊，了后，哦，咱卡转老小姐，老李的主持定位个姓名，伊会寄一张单，互你去交钱。差不多一礼拜收掉。咱起来去西门全家 OK 来尔富的当掉。你拢唔免签名，免等于那免手续费啊。唔对，那你的厝内边啊，老大人啊，身体无好啦吼。嗯。啊，都心啊，都灵啊。哦，咱那个扶持一个，看到好医生，吃着好药，身体较紧健康。啊，无即完全即主人活落来，咱讲者药也吃袂惊。咱去过迄落呀？啊，那是徛起袂平安的，爸仔囝、母仔囝兄弟姊妹，阿公无做够差无？嗯。古早人讲的家差万事紧。怎么办？即爱扶持，即家庭较会较圆满啦。用因的名扶持。是啊，那是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哦，婚姻有变故，啊，要出门哦，无共事做啊。出门就磕磕卡卡的，拢袂顺心。嗯，今要等公司做，无人要插人啦。那怎么办呢？同款一月你一百块银尔，啊，你来看是要三个月，要半年，才家己开得啦。嗯，无一定讲你都爱要几月你咧啦哈，那无啥咯。哦，那你好啊，拜谢。哦，那所以咱那你都老大人无咧谈啊，你一般来看要三个月，爸爸是要半年，爸爸。哦，啊，咱才家己开得。通通可以的，安在吼，哎，该当替欧星铁亲人来扶持呢。哦，这是一种好心嘛，嘛是嘛是一种报恩呐、啊。那么最近我有发现，咱这乡亲朋友老婆仔，大家拢也要要福慧双修。什么叫做福慧双修？咱今仔大家咧学佛，当然咱既然要修这个福，的同时咱都要修慧，有福有智慧，这叫做福慧双修。安尼，咱的人生才会快乐，才会幸福。哦，即圆满就对了。嗯，啊，无人有福气啊，啊，无智慧啊，
啊，钱开了了，不了了啊，食楼卡的轮回啊，未使。啊，有诶，头壳未歹啊，有地位，啊，就三 P P 啊，无好得。人生永远拢欠一项就对了，无够完完。哎、欸，那你好啊，喂。我是周根，你稍等下来一算吼，你请我先上来算。那你好，喂，啊你好，我要好吃耶。哦，安保娘慈悲给你保庇哈。哦，哦，你囡仔是谁？平安健康长岁寿哈。哦，来二算吼。哎、啊，老师给你讲好，给你赞落去。三算高接电话。啊真正有，有好吃的，那无啥，马上早起老师来个活动的第一件代志，个那无牛病啊。是啦。这个头路因我一定爱跟病的。嗯。第二遍就是咱这个做功课，这个时间跟病第二遍。来做回向。第三遍才把咱的名啰嗦文病第三遍。佮兼赞无牛经。啊，再又阿无来跟做主人。佮搞功夫，安尼一工才开三颗挂银。对。啊，咱你哋张辉咧讲关心咱的即月的五月农历的五月吼，咱的姓处的、姓牛的、姓狗的、姓马、姓兔的，即月生肖哦。诶，气温较歹哈，爱注意。不管大人囡仔，拢爱注意，爱细腻哦，吼，爱记真哈。老师跟咱叮咛关心。尤其是吼，那些少年家囡仔吼，你爱甲叮咛，这热天人，这气温无好，绝对唔通去擘嘴。哦，千千万万一定要甲讲讲，唔通擘嘴啊。尤其囡仔即卖连面讲拢要歇热咧。对啦，就是安尼，咱担心嘛。好。来啊，赶紧哦。来，这两分钟的时间，老师好不会。你那是讲囡仔有诶，离外头，哦，离外头啊。咱要给护持，护这囡仔当平安。不管伊是伫北部、伫中部、南部，还是伫国外，嗯、用你的主旨啊，用伊的名安得使，安尼就可以了。吓啦，安得使，安得当替这个囡仔来护持啊。一个月才开一百块，哦，恁一百块是干啦？买金纸、甲无牛金、变的金纸尔。无过加开啊啦。其他拢无加开啊。无过加开，曾经有一个太太敲电话讲，嗯，啊恁一个处理银联爱开几千。我迄处理英灵咧，有囡仔漏掉伊无，啊用一些拍算去，啊这唔是有钱就落用，这爱会晓的，爱找着人啊。按张伟无咧收红包的啦，你都一月你一百块银，买一金纸安尼尔，啊你着看来一摆来买三个月买半年，才家己开来。老师帮咱变，哎那来去嘛，哟。哦，阿母娘慈悲，给你保庇啊！哦，你全家伙囡仔事事，大家平安健康，长岁寿啊！哦，啊来一算一算哈。啊是呢，吼，要报财库，即卖嘛无会当电话打卡沟通哦。哎呐，咱那个财库金额一分三百啦。三百。啊，你若像后期都三月，你都三百，按多六百块。六百块。六百块都福慧双收啊！原因六百块福慧双收是出的老师是完全无收任何税内费用，所以我真拢无。我无收完包的啦，即我。二工啊，即我算二工啊，真正呢，哦，即算二工啊，足辛苦诶。没啦没啦，那你好，喂，嗨，我是张辉，我是你好，你张辉啊，你好你好，安娜，我要好讲件好事，哦，天啊，爸母心啊，吼，安保娘慈悲给恁保庇啊，哦，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长岁寿啊，好事兼迄个保财库，兼保财库，好开双手，互你大赚钱啊，哦，来一算一算吼，来你好，张辉老师，哎你好，我是金玲。哦，你稍等哦，唔是广告时间来计算哦，你说。来哦，咱今晚要来做功课啊哈。来，你好，喂。喂。哎，王小姐。嘿。有安那？哦，我要请老师搞啊，迄落去。啊，你迄落，你搞迄落要三更半夜，这个时阵要那迄落，真正要改来做功课。主持张伟，你家来恭请母娘慈悲，主公菩萨来干保庇哈。洪山区保安二街286号，吴张干秀、吴有旭、吴冠伟、吴允伦，淡水马街病院九病房3楼10号，萧庭轩，台北阿东病院普通病房11楼，西床19号，咱的苏宏伟，林雅文外科802白嘉佑，板桥区基工街。那基工路94号2楼，咱的林信阿文，中华基督教平医8楼，8888，第一层咱的道坤林，新营区如民路14-2号，4楼5号赖玉成，信义区福德街84巷50号5楼1号，陈福顺，屏东区武昌街55号陈文川。
而且中青保留主笔来跟保庇，我们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。那么咱才有真济位来跟咱保留当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一百块功德非常大哈。刘柏林、陈继莲、陈建宏、蔡颖华、蔡陈勋、陈文川、柯月香、林如雪、吴碧涵、杨明杰、蔡秋莲、陈碧珠、吴丽秀玲、黄阿娇、林吉慧、冯宝月、陈福顺、何廖阿娥、林素金、陈王秀辉、陈木东、卢彩丽、王俊雄、谢梦云、林希美、吴志春、洪彩金、钱乌发、陈志优、陈志玉、林宏军、林一杰、林瑞印、林瑞赞、张华德、鲍淑美、张亚顺、李秋霞、林金贤、林老玉春、安桂芳，直接恭请咱保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吼，我哋当政府小家实在恩修真多，功名就能通地位开通，逢凶化吉皆成祥，在员工一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喜充满，咱今晚来进入咱的智慧龙语。手把青衣插满殿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绿巾青巾风为刀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龙语这个单元的时间，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。咱诸位先生大德，诸位菩萨，诸位师兄师姐，时间一到，也得和咱做伙伫咧做一个功课。小等请各位再把今日这个功德，咱来回向我天顶伫咧杯，土脚伫咧树，水灵伫咧树，一直忠心。也请把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在各位灾民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，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也请把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咱的亲人，咱的阿公，咱的阿妈。咱的爸爸，咱的妈妈，回乡里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。那么，去年那时候，两组人请，个人组请起来，无两组人才相处合掌。心肝那边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咱来延续咱昨昏的这个话题吼，咱讲到着咱啊，要来修学着啊，这种的这修行的方法，如果那是未当降到最低水平。也决定爱含咱的四种的善，而一个口业来相应啊，爱善好口业嘛，所以这个功夫伊都有好处。但你的烦恼、你的习气，也是同款都断不尽呢。哦，对着一切众生，决定袂使有欺骗的心态啊。当然也袂使妄语啦。哦，决定袂使有伤害人的心理就对了。所以决定袂使有占别人的便宜的心态，先爱修咱的心啊，了后才会当真正哦做到不妄语。无论你对什么人，句句拢总是实话啦。所以一切众生第一念，就是要保护你家己。如果讲这个话对你家己不利的，啊，你就唔敢讲真话，但一定要想到讲。这对我不利的，这要讲对我有伤害，这个伤害是到什么种的程度？当中有善巧方便。如果你伤害幅度若伤大，范围大，也是你也爱讲实话。重大伤害对你家己牵涉到的社会，牵涉到的这群众，就会使卖讲的实这个实话，因为你若会当若会去害着人，咱都当然免安尼。这就是叫做开恩。伊毋是破戒哦，不但无罪过，也有功德啊。因为世尊有举例讲啊，一个修持五戒十善的人，伫这个三车路口去拄到一个怕辣的人，拄啊你用一只拖啊，迄怕辣的人，啊，这个乞丐的人看到拖啊，
走去了呢？这帕拉人在问说，你有看到拖啊吗？他说我有看到啊。帕拉人问说，啊，走去哪位啊？他说走对那边去啊，这样啦。拖啊走这边，他比那边啊，他比方向比不对。当然这样就是说白惨啊，这个梦语嘛。但是这个梦语他是为了要救那只拖的命，所以这是神心嘛。啊，他救这拖，那救这个帕拉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帕拉人伊无去造业嘛，所以一句的妄语妄言，两边拢总求着，这叫做慈悲，也是叫做智慧，也是叫做开眼呐。哦，所以修学这个五戒十善，一定爱知影。哦，开热起欢，就是讲什么状况之下用什么款的方法啊，伊是活泼的、活泼的、活用的。这个帕拉人如果那是杀生，将来伊买受果报啊！我讲到着这个偷盗犯，英明恩修禅师是咱的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啦。伊你阿未出家进前是税务师的，要讲的伊是管出纳的啦。爱时常把这国家收的税客去奉行，以后去用发现啊，全部拢讲出来。伊就无一句妄语啊，这就是爱抬头嘛。当然有那闪未过，伊愿意接受着刑罚。从掠去到刑场，准备要甲刑罚的时阵，皇帝吩咐着这斩官了，对啦，这监斩官啦。如果伊的心态、伊的态度，那呢，拢无惊吓，那么你就甲这人带来见我。如果这个人那是有恐惧，会惊吓，你就直接破死啊！结果这延绵延延寿大师去到这法场，伊的态度真自然，伊嘛真欢喜。这个监斩官就咧问伊讲：“你为什么唔惊死啊？”伊讲：“我依着一条的命，会当救我千千万万的性命。我感觉我若来死嘛，得啦。”这个监斩官就安尼来报告皇帝，皇帝就召见伊安尼。后来皇帝咧问伊的志愿啊，伊讲我愿意要来出家，皇帝就成就伊出家，并且个皇帝个兼做伊的护法啊。所以因此，这个偷盗都唔是为着家己哩，伊是为着要来救护一切众生，准备用家己性命要来换取到众生的性命，伊所发的叫做菩萨心啊。所以这属于叫开眼呐。如果偷盗的价钱是接为基于为家己要利益家己的，这个罪就真大啦。所以大家详细观察这个佛戒的戒条，确实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非常的完善啦。啊，巧夹上容易做的，就是古早人讲的“病从口入，疫从口出”啦。想要身体健康，食物件要小心谨慎呢。想要一世人平安，你的言语也嘛爱谨慎，袂使后白讲话呢。哦，爱受着不妄语，对着家己才有大利益呢。也不两舌，绝对也无爱挑拨是非，无爱弄搞小家。纵然你看到不如法的代志，咱无了解事实真相，咱嘛袂使随便后白乱讲话呢。所以佛菩萨哦，有真济行持，凡夫肉眼看起来好亲像不如法。其实不是啦，因无有过失啦，是咱家己有过失哦，是咱家己有过失。时间的关系，今仔讲我做个叫咱怎么做回向。张伟念古，请对我念古哈。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请往正啊，咱个地方看，这拢是三岁五岁个吞灭十的完这个爱结晶哦，吞一嘴，念念古，阿弥陀佛来请你们。这样呢，家持规定，啊，老菩萨啦，含咱做功课啊，才一泡一锅啊，当咱的电视头前，囡仔等下拢会当，大声囡仔拢会当听，暗时好困，目睭都未打擦，未打，未闪，未擦，哦，啊，就会大白骨未臭就破音，阿弥陀佛。种种灾厄如电话，般般何患似水消。
福愿保年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身体健康，长命。平常时，潘小姐念白话，分中为语。